我要卖掉玛格丽特，我一定要卖掉它。你们知道我们一起在城内购物的时候，他是劝买不劝，完全不劝你的，他只会劝你买，他说买呀、啊、买呀、啊，然后我就好买了，脑波太弱。我脑部超弱的，我要疯掉。对，我就还在纠结，我要买吗？我要买吗？然后就买啦买啦，我就好买买买买买。买买